Empty. Yeah, is it empty now? Yeah. Yeah, empty. Okay. Okay.是蛮好的，OK。汚いまま残しておく必要はないし、まあ、あえてこの汚いやつを使う必要もないんだけどね。みんなめちゃくちゃ高いものじゃないから、もう見たこと言ったりするんだよ。あんまり産業としても綺麗じゃないから、ガシガシとしても卵だけどですね。消えちゃうから、消えちゃうな、まあ、
Very nicely. Okay, eggs. So many eggs. Wow,这一次的西林事件，那一次你做的这一只，这里放在一起，哦，那用来用这一只，你可以打到蛋里面去，对，那是那个更好的椅子没有嘛？
妹们。这个不错，我喜欢这个。有感染到的，有一些吧，有一些吧，应该那个时间上面是应该这样子是不要用是比较好的，对。よし、有吧，啊，对，没有笼子嘛，哎呀，还算可以的。做的时候，因为有了，嗯，应该第三，对，哪一个好了，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目前我们两个人而已，对，哎，这个是鹿吗？鹿吗？这只是。墨水，很久用的墨水，哦，墨水，不要很，那墨水啊，墨水，不要，墨水跟那个。墨水跟那支的怎么讲？那支的Linger Solution 跟墨水放在一起的，对。墨水是要小心，墨水喷来喷去的时候容易问题发生。真的，这个是哪可以拿吗？哎，墨水，哎，你里面的包很多，所以要甩一甩。嗯，应该是那个尽量没有包进来。好，有吧？哎，这只三个先准备的，哦，你也先准备，一个准备的，好吧？我得要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一个准备，对。对，哎，以后再做好了，不要太多，太多。好的，好吗？嗯。好了，这然后，那一只是随便的感觉的低级的剪刀，低级的低级的剪刀，高级的剪刀，好吗？高级的剪刀。高级的两个镊子，高级的镊子，高级的感觉，两个有的是比较好的。好，这以后你做的这组词，好吧？蛋固定进来的，这只好，那个大概这一组有的话，理论上我们可以开大的蛋。好，但是那个。丢里面的东西的那个肉松短样子的，对，就是有的是比较好的。好了，我一个蛋带过来给你看的，好吗？这只三年前，好吗？好啊，好的嘛，好的意思是问你好的是。什么是好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好的嘛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回答你好的，回答好的，好，对，那什么是好，不知道，好，容易发生常地球上面常见的事情，好的嘛，老师好，那什么是好的不知道，做操作的猪简是盖子盖，墨水的盖子盖，这只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很严重的事情发生，对，那以后那只的交代哦，好的吗？好的，那个先喷那个酒精，消毒好了，这是59，95吧 ，OK。那时候那个有一些等一等。那种应该心已经，它是已经干净好的，所以理论上
没问题，理论上没问题，但是那个这样子是好一点的感觉，对。然后那这个地方叉叉的是，因为这只是放的时候，我这只是放在上面，所以七月十号放的时候是放在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会有背带。那背带开的时候，里面那个蛋白满起来的，蛋白满起来的时候，高度没那么好，所以侧面贴。然后以后我们开这里开的地方也是用这只贴，好吗？嗯，好的嘛，应该。刚好哪里有佩戴我也还不知道，所以这样子贴好。那旁边挖洞的时候，你走的这只特制的针，对，这个是没问题，嗯，没问题的这只。好，这时候那个，对，理论上你这样子窝的以后开的是比较好了，但是给其他人，给你看的是这样子吧，给他看的时候是那这样子好吗？啊，来你对你好的是这样子吧，有一些奇怪的角度，但是没关系，这样子啊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选这个的十八的粗一点的那一只，是因为这只是细一点的，会断掉。对，因为那个这是扎进去的时候，空间一定要空间，所以我们这只是做了。对，以后这个地方染黄在中心，所以角度差不多。那这样子是比较好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吸几米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，那三米里试试看嘛。三，看操作的内容。嗯。因为像我们因为观察，所以我吸多一点。三米里。三米里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试试看吧。好了，然后开的地方是开的点是这里，好吗？要小心，吃的太深的话，背带刚好在这里有的话，背带容易被受伤掉，要小心。为了其他人看的，所以这样子开。但是最好的是，手上面包起来是那个这只是带硬的地方，上面要的话，下面也是破掉，所以这样子是好了。因为这样的操作，所以我这只是弄短一点的，对，不然那个长一点的那只用的时候用力气，你的手插进去是有危险。好了，好的，以后低级一点的剪刀，低级一点，所以这次随便可以，好吧？开，这个。OK， 开了吧，开好了，开好了。那看不到哪里有什么，看不到。开大一点。
应该有出来了，应该有。我啊，有，靠近这里，应该叉叉的地方。ステージ変小小的，有白白的，白白的点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不懂，看不懂的感觉吧。嗯。那看不懂，所以那怎么办？用墨水。墨水。那墨水打的时候爆。泡泡有的时候有问题，所以先确认一下墨水是压的时候冒啊，对，好，压的时候墨水马上出来吗？哦，出来，好，确认好的以后上面墨水进来的话不行，所以，哎，下面插进去。不小心弄掉嘛，试试看，这样就够了吗？应该够了，摇一摇。哦，有，但是。背带真的很哦啊，倒的，要小心。这只是要弄好一点的。好了，好。OK， 有很好很早的感觉的背带。好，那我确认新闻镜下面。好，好，这只是一件。
不安的时候，说说被擦漂亮，所以一定不要用这样，一个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这以后，放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子，还是一定要固定的方式，就后面一点固定的以后，这样子是比较安全一点的，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好吗？好。那给你的胶带贴在上面，那一样的时候，一样的动作就好，别打开胶带贴在上面。学妹也是那个，大家应该知道的人，完全不知道的人，好吗？好吗？两个一起完全不知道的人是不能公子水，你过来现在那大家看大门的我的以后，啊对对。啊，但是我已经用酒精灭菌灭也好，但是如果自己的家里面自己的小做的话，就要继续发生这个酒精对。第一次就一定不够，所以贴上面的以后，侧面也是贴，侧面也是贴。这里也是贴。这里好的嘛，贴的嘛。好，我们开这里还是这里，所以上面还是下面，是要贴，好吗？好，贴好了。靠的吗？贴的吗？哦，好的。那过来 ，OK。放到他的前出。嘿，贴好的吗？对。那在这里，从这里开，所以为了我录影下来，我放在这里，但是已经这样子不方便，是最简单是这样子啊。那以后装这里插，是啊，那你家可以摆的话这样子，以后啊，没关系，因为那个先我这个地方剪好，那所以就这样子可以，好的，好，你可以先可以看，再走去这边看看，对，对。你也是一样的东西有吧？那边，哦，这里的可以。Okay. 对 ，OK。OK。但是应该是这里。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我 incubate 开始的时候，先放这只是在上面，所以这个地方背带化育开始的是先很迟到，所以是先打进去 incubate 之前。对，好的吗？有吗 ？OK， 有。好，那这只用这只，这个地方有。黄色的那个蓝黄油有，所以不要擦这样子，上面到下面去了以后，洗好了。哦，很有嘛，畅销，对啊，现在就熟了，对啊，做得很好，漂亮。这就是两个手用的是比较，对，放上面的时候，对，啊，好，要封起来，为了封起来，有人的前面开的时候吃掉其他人是，好吧 ，OK。推荐可以买的，它是加另外一个，哦，洗好了。
我给也写好了啊，他有文献，啊，那这样也很弱，我现在。OK， 理论上这那个没有学医科的那个书，医生的那个系统没有学的嘛，那个有传染的。感染的那次，对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对，如果这样子啊，那时候容易生，好像是，可以，但是一个至少一个先固定是比较稳定的环境，在空间里面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容易让这个。好的嘛，好，哎，盖起来。对，好了。吸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可以封起来。哎，封好了。封好了。这个附近，因为差不多这里，还是这里有机的蛋。所以哪里不知道，但是不要生。真的是有一些在这个附近。真的，那我先把事情发生试试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的电话手机，手上，有的，就卫生纸，可以，今天是我们会的关系，拆盖一次。但是真的想有专门的杯盖花浴学，要做杯盖花浴学，还有我们要招做打进去其他的机的杯盖，还有新美达的多长时间你觉得呢？有一些复杂的工作要做的时候，那么很大的空间，有的时候容易吸进感染。是因为开很小的，那今天我们是很大的，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待那一间卷起来的黄色上面白色的一间，这个是看的时候难一点。看不到的话，今天是那个有很多的鸡的蛋，所以随便试试看可以墨水。应该是很晚期的，可以试一下。在形成那个。啊，太多了，啊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今天多一点加进去，因为 OK， 有东西，但是什么东西，看不到，所以那我们那个小空间，那先这到这里结束吧，先这里是。有吧，有表的先生。就是比较哦，好玩的感觉，好玩不好玩是另外一回事。好玩的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背景嘛，想要，你给他啊，没关系，今天那里有，还有很多，所以数字上面。看安全的关系也是有。开始剪一个圈。人类解剖学学的是很辛苦吧？是吧？好，那先这样做。他说啊。
林哲，他怎么拍？他怎么拍没有关系的，两所以可以可以的。其他人不，你们摄影助理，还有摄影助理，你被拍到是，你们敢不被拍到？突然 YouTube 上面被播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有问题的联络的话，不要来前面，他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都可以。Because I will check 1000 later. 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用。对，有吗？开大一点没有？老师，你怎么找到气势的？这个放在 incubator 里面之间，这个放在这里，因为那个大家知道那个。怎么？哪里是下面呢？哪里是上面？对，放着。那个应该是这个是第一次操作的。对，比较好。这样可以吗？有吗？有，那它的下面从远一点的，是的，从远一点的地方。墨汁注射。墨汁注射的嘛。远一点是从这边。对，对，那以前你可以，这次看完以后比较简单一点的，这个地方有背带。距离远一点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是白白的透明的地，一条的线，白白的透明的地方，白白的地方，透明的地方，白白的地方有，所以这个最外面的透明的地方的外面，外面有啦，在那个透明的地方的外面，差不多，对，类似这个，这以后角度有一些 narrow 一点，对，以后要平一点差，平一点的，对，以后它。那试试看啊。有可能墨水那里里面那个有一些那个气泡进去的话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吗？死给！有，被推到反面了。这里吧，可以。墨斗，应该现在可以进的，对，可以，像你想要看的地方，已经那个墨水已经满起来了，对，好，那行，前面试看，对，试看，这边有，有的，外面是，对，这里的电源，但是从这里开始比较简单一点，还有那个角度是不是这样，对，佩戴的中心是这里，对，外面是，那你要水平，这个这样子，应该这样子是比较好的，对，因为那个墨水要来这里，对，界限。哎，墨水可能要再剪，没关系，还有鸡的蛋很多，所以对，很多鸡的蛋。好，那这只一个你可以直接带进去，前面最下面是你可以装的。对，这只也是，我的也是可以带进去。对，这样子，在那里的啊，中间一，对，可以。可以的，然后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。对，好的吗？你的插进去吗？插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背带的中间，对。好，那插到背带中。尽量，外面的，对，近深一点没有关系，深一点没有。OK， 那你现在试试看哈，压一压。压的时候，那个气泡进去了，所以有一些气泡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对。已经，差不多，对，有吧。有背带吧，啊，抱来这里，但是显微镜下面干的时候还是可以干得到的，对。所以不要有那个气泡。气泡是我已经先压好了，但是有气泡嘛，可以，试看，干得到的是确认一下哦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要有很多的气的蛋，所以那里也是还有
有很多吧，有那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，箱子里面有，哎，箱子干，哦，箱子，哎，给你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这里有吗？这里，这里还有吗？啊 ，OK， 这里也是有，这里啊有吗？比较低，石头，这是更少的，不是平的地方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下一次的人，这里是有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这只是带崽的，如果初见的那一只带多的掉的嘛，你那个，像两组而已，所以，哦，你先拿好了，好了，好吗？三个有的时候，因为工具不够吗？不够了。有真的也是，对，后面要拿，可以带走，而且已经看看完了，大概安排知道吧。好，那你自己安全要注意，自己做。嘿，赶快做，排队。去年上一次来的人，我也要做，但是人太多。连我的话不要来，先进走的前面，他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都可以。可是 I will change 1000 later。对，没关系。对。老师交给你哦，看起来这个附近的感觉，头部哦，你的头的身体的地方有体结有了，体结有了，这个是尾巴了，好，那这一只是像差不多这个的 stage， 好，那下一步比起来，斑马鱼的时候哪里的什么时候的感觉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不是吧？这边。这是吧？那眼睛有吗？头部有吗？尾巴有吗？他们是体阶三个，一个四个左右，两个体阶，四个体阶，所以他们是差不多这个的 stage。这么细小？对，因为那个碳的是鸡的，鸡的碳的卵黄真的很大很大。所以他们是平面上面胚胎发育过程，developmental process 是平面上面发生的事，但是斑马鱼是久的，所以看的时候，教科书里面看的时候看不懂的一个理由是 ，three-dimensional 的 image 想不到的话，一直很认真 developmental biology 的书认真看也是想不到的，对，好的嘛，可以吗？好。他们动的，想要动，所以动的是吗？他们动了。这个因为呢，它是体阶是体阶变那个肌肉开始形成的，这时候他们可以开始动。对，那更早的时候当然不能动。所以这个阶段长肌肉。对，肌肉应该差不多20 somatic stage 吧？对，这个的 stage 是应该这里。好，那黑瘦是有是吧？眼睛已经长得黑瘦是有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胚胎里面是应该差不多这只，还是这只吧？应该差不多这只嘛。那个这只是更大的，但是这个那个鸡那个。这个是鸡。好的。有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有的，哪里的？哪里的？我那个讲模拟的，我很认真教的教练的感觉。有的，应该是这个附近的，对，那应该是这个附近，那体阶有吧？体阶有的，一节一节，有，好那。斑马鱼里面在哪里？头脑还没封起来，体结哦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是头脑已经封好的，头脑是 neural tube formation 已经结束了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结束，所以应该
两个手买的，四个手买的，这个附近跟这个附近是比较接近的，嗯，那个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兰花的大小带不一样，鸡的背。哦哦哦，这里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哦哦，哪里？这个应该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看起来像在这边。哪里？哪里的？这边跟这边是，对，真的很早很早。对。哦，像这样子。对，像这样子。哦哦哦，可以的。有吧？哦，有的已经有了吧？已经。哦，已经有了汉堡包哈密尔顿，汉堡包哈密尔顿的，那去看看。哦，在这里吗？好了，它是已经来的感觉吧？来的感觉吧？售卖的，已经有一些稍微摇一摇的时候，墨水过酸的效果比较好。有点墨水，有点浓。对，但是大概。大概摘得到这个附近的 stage， 还没到这个附近的 stage， 因为都没有禁止，但是已经售卖的数量、体积的数量很多很多很多的感觉。对，理论上墨水全部过山蛮好的话，那个体积的数量数一数的时候，什么 stage 可以，对，但是最少到的。多脑还没，多脑已经灌起来。多脑灌起来的意思是，鸡蛋的背带上的时候，多脑还，就是这个多脑的地方是已经灌起来。所以 neural tube 神经管通也灌起来的，是的，生物学上面看得到吧？看得到，生物学上面写，假如说你们是神经管 neuralation 的是。这个过程是 neuralation， 所以那里是还没 neural tube 没有开的背带在那里。那问题是斑马鱼里面的是哪里的 stage 是对得到这个 stage， 是要想一想，所以要想一想。这个鸡的蛋开的是哇，难度很高，也好紧张，但是当然就那个每天。20-30左右的鸡的蛋，每天开的话，全部人都一定可以开得到。但是看得懂看不懂是，这个是学术上面的教育的东西。好的，好，那但是那个是看得懂吗？右边那里是头部，这个地方是身体，中间有体节，对。好的，那比较看看。比其他的背带的 stage 比较刚刚，下面有早一点的夜。OK 啦，好的吗？好的。我只能放到这里。放在这里，好，干净的新的剪刀，新面镜下面，你的那个纸的旁边要干净的那，不是这只，是那另外一个的。高级一点的，哦。哦，真的，主任说，外面找不到他。主任说，好，等等，就是啊，来不及了。没找到他。